来了不？爱你的不？丫头去爱你的不？看你妈爱你的不？点评一下你妈跳怎么样？啊？啊，头身都乱了。啊？你妈跳怎么样，丫头？武神之舞，好够力，好够力。其实我是想看你跳嘞。那你来跳嘞？嗯，就是。那你学一下你。那你有时候看出我就是重复的两倍动作。嗯，那你跳给我们看。那我就说，你们谁跳过什么就重复两倍动作？那你教一下我。教一下我们跳看。因为不会跳那个。你教了就会了。你是不敢跳，不是吗？你看你都没有你妈这个胆量呢。你现在横叉可以下吗？下着的我看你。下不了。你下着给你攻。哎呀！哎呀！下面不下不去。啊，是下面，越练越差。不差，真是最好。不得，横叉这里下不好，我下竖叉。我看一下你的基本功。牛仔裤。牛仔裤。哎呦哎呦哎呦，可以哦哦，看来没白学的哦。表情那个，不要要直啊，不是小贝贝要直吗啊？没有看，看没有。这不来了，是这还是怎么样？我现在来给你看嘛。大腰，对，我好久不都看一下大腰了，上来上来。嗯，快来。上面不得原来的。那里。不穿舞蹈服行吗？穿着舞蹈服。不要，我今天又热。哎呦。可以。等会要看啊，没有。看可以坚持多久？那你起来，起不来了。这两母女像两姐妹一样，好闪呀、啊！你这个灯，你要扯袜子来咬啊？嗯，是不是？你要扯袜子来咬啊？嗯，我们今天叫亮明叔叔过来，明天你家喽。今天你家喽。所以吓你就行了。唱歌呀、啊，睡醒了就唱歌呢。不要咬袜子。叮当。哎呀，今天星星小姐姐也过来不？她跟阿婆过来接妹妹回家了，又得跟姐姐玩一下哦。要不，还。今天才刚好天气，你又补，等一下又下雨了。嗯，又下雨了。小家伙，唱哥哥啊？你叫唱哥哥啊？哈？咦，这小家伙，这个小家伙，叫人家的纱窗很好玩哈，是不是？哎、啊，小航，给我吃点地瓜粉。小航，好玩吗？叮叮你，喵！就聊你家的窗帘好玩。叮叮，叮叮叮叮，好玩吗？嗯。你看这个好玩吗？妹妹也起床了，妹妹也起床了，谁呀？啊！饿了吗？妈，你有这担心吗？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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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宝贝宝宝，摸摸手，你摸这个手，你这么兴奋呢？兴奋的手舞足蹈，我妈最后想的看到了，辛苦你了啊！你看，这个小黄鸭，这个小黄鸭，这个小黄鸭。哟，你丈母娘帮你掐手手啊！妹妹，等一下又拿来啃。哦，妹妹又拿来啃。我们来，哎呦，慢点慢点，我们到姐姐的床边来玩，床上玩哦，是不是？这里舒服是吧？可以看到外面的。哈哈。哟，一叫你，你马上转过来，叫妈妈先。叫妈妈。妈妈。什么表情？小航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！你想吃啥？嗯？你要做这个表情，你想吃啥？你想吃饭饭了吗？嗯？吃饭饭了？抗议了不？你不抱我？抗议！哎呦！喂喂呀！摸一摸呀，姐姐哄你的方式就是摸一摸呀，摸一摸呀，摸一摸呀。宝贝们说还要油的，摸一摸呀，不用油的叫摸一摸呀就好了。睡觉觉，摸一摸呀，睡觉觉，睡觉觉，睡觉觉哦。睡个屁呀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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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叫妈妈，妈妈，妈妈。妈妈，叫爸爸，爸爸，啊！你这个啥意思啊？是小家伙，爸，是啥呀？小孩，来，到你，跟姐姐一起来，到你。我把你咬了，咬伸手了，再来，从你开始，你来咬。哟，怎么？来，小豪来，小豪来。咦，怎么又是我呀？去买彩票了吗？老美。说话，Hello， 你没听到我叫你啊？哎呦，这个人还不舍得下车哦，啊？你还不想下车啊？啊？欣欣，耶，你又不认识我啦？啊？你又不认识我啦？哟，你有什么吃的？啊？走走走，上去先啊、哦！走，妹妹睡觉了，走啊，上去了，往这边上。有，唐总呢？哟，还带有东西来的、啊。哎呦，哟，这么客气的、啊，走走走，上去上去上去，跟着这位小美女走。